啦啦啦啦，夜深了，该回家了。我知道，这是一场经过了超过一千天的等待，好不容易等来的短暂的三个小时，也经过了四年的工作，是你的学业，是你的期待，终于我看到希望。现在我们站在这个城市，几乎是最舒服的一个地方，背着中环，望着海风。我现在很想知道，在不远方的高楼大厦里，还有没有人正在加班？在今天晚上最浪漫的包厢里，摩天轮里，有没有人一边谈着恋爱，一边听着五月天的歌曲？如果是明年，你们就知道最好的包厢在哪里。然后，我真的想说，谢谢你们。不管你们是男女老少，不管你们远道而来，或者一直在这城市奋斗着，谢谢你们等待五月天，谢谢你们照顾五月天，谢谢你们疼爱着怪兽、玛莎、石头、盖亚。我不知道明年会不会准时，但是我向你保证，我们五个人一定会向所有的朋友、经纪人、公司，还有场地方、赞助方、主办方，我们很向所有的人告诉他们，我们想要准时回来。我们想要准时回到香港。不管明年我们是否一样在这个场地，也许在红磡，也许会回到迪士尼，也许是会展中心，又或许就在一家茶餐厅里。所以我想，那个茶餐厅要很大。所有恋爱中的人、加班中的人，还有你们陪伴着我们的人，晚安，下次见。啦啦啦啦啦，让我听到你的声音。